我上一次打这个应该是20年前，这要怎么投？真不会。借助腿和腰的力量，基本上就是。也不要讲得太复杂。哎，哥，要接住手跟腰的力量。嗯。这，哎呀，这球可以、啊。你缺了个腿，刚刚飞宇说借助手腰腿。哎呀。啊，蝈蝈你怕吗？是什么是蝈蝈？就是一种虫。哪里有虫啊？在墙上，墙上。这怎么办？哎，他给你跪下了。就是，人家是做，哎呀，哇哇，好可爱哦。哎，哇，哎，你们俩，哎，哇，你们，那确认一下是不是同类？他为什么这么稳定啊？就是很冷静，非常的冷静。啊，就这种，立刻站起来了是吗？这个太现实了，腿不软了。别，他害怕了，害怕。你可以看他一下。不要啊！不要。哇，还有只龟啊！啊！啊！来之后怎么世界变成这样了？我的天哪！我现在感觉我已经出不了房门了。要不把门关上？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，一身啊！我只能 说了，我只能说我很爱动物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这么多动物可以进到我们住的地方。不是羊驼是怎么上的楼？我想知道。你问问他。哎，羊驼，羊驼，羊驼，你进来了。哇！怎么了？你不要过来，同事，你不要过来。怎么了？他就慢慢走进来了，然后加尔一回头，我一回头看着。吃饱了，再近点，你离太远了，再近点，再近点。不是，我的手都要断了，哥。你离近一点吧，你看。啊！哎，哎呀，吃那么快？哦，你不嚼吗？嚼着呢吗？还有呢，来。你有想过要买啥呢？买一点容易熟的东西。对。或者是已经熟了的。午餐肉。鸡蛋。煮的，用水煮的，你觉得要啥？用水煮的。买点青菜呗。青菜，容易熟的菠菜。嗯，然后。反正不容易熟的，我觉得可以不用考虑了。我一直在打，这个叫什么？打哈欠。哈欠呢？那这个呵气叫什么？喷嚏。啊，喷嚏。嗯。哇。为什么哈欠会传染？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呢？条件反射。比如说我在吃菠萝包，你也想吃。那你看啊，我打喷嚏，又不是显得你会打喷嚏啊。对，不一定都会有条件反射的。但哈欠就很大机会。这哈欠就会，比如说，哇，这个哈欠真的会传染人啊。你最近一次去动物园是什么时候？10年前。10年都没有去过一次动物园。我这样说北京话吧。北京话我可以啊。哎，这个加不了。可以不要加 R。可以。那不行，可以不要加 R。北京人说话特别懒。北京。就是要跟您说北京话的话，我估计您可能。您得知道哪儿能加儿化音，哪儿不能加儿化音。哪儿能加儿化音，哪儿能不能加儿化音？王家尔，王家尔 Jackson 啊，王家尔 Jackson 是吗？对。
再来再来。王家，咱现在再去那动物园是吧？不是，咱们现在在去动物园的路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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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物园。动物园的路上。给你，老虎能不能叫啊？老虎。不是吗？不是。重新啊。你说狮子。狮子。不是。不是吗？狮子。狮子。鸟。鸟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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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黄鹂鸟。黄鹂鸟儿。啊，鹦鹉。鹦鹉。还有没有只是北京人会说的一些 slang？ 地道，地道的，太地道了。您这个，您这不您这个，您这个，您这这这这，您这您这个，不要太使劲， okay， 不要太用力，来，直接就放下。您这个，您这个，您那个，您那个。啊，我这个，啊，我这个，还不错吧？有口音吗？老实说，有口音，但是很重吗？那还好，那还好的。我舌头有点累啊，休息会儿。舌头给咬死。